现在的代志对本党的打击这么大，不知道他现在状况安怎。静雯的理由不公司老靠老伯仔，不过他看起来无参就是在气老母。高总裁都是明姐亲身接待的，而且高总裁来在这里去明姐办公室，看起来跟明姐的关系并不单纯啊。这一切都是明姐的关系，姓公跟姚母因两兄弟危害到这么凄惨，我才就想要找人去处理那间巴黎会馆，所以没办法继续做生意。你到底有什么事情我没有啊，还是你心里有什么苦衷你可以跟他说？你如果真的要去啊，你应该去找姚母理论，不是来检讨受害者。算了吼，你若是要当律师，不如把心思放在你安心上，好好给他绑着。你跟他要见别人的委屈，别人的苦衷，你是国民上千人的委屈，你敢有看到？当然，在我心里，你从来都不包跟我分手过。这个手表，你敢愿意搁过去？你跟我讲，你跟静雯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？让我跟你斗三工。你在讲一通神秘电话对方的声，你敢不熟悉？有，变声器。只要把这神秘人啊找到了后，给我找到后，我们白了设计，我大兄哥就来接管。江州，阿斌，我们连阿斌，连阿斌，我。